书中广泛涉纳地理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风俗等各方面，从中可窥见十九世纪为新加坡的洋溢风貌。通过追溯历史，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本地华人早期的生活面貌，这不仅有助于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，而且还能够加深对先辈艰苦奋斗故事的理解，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中华美德的传承。穿越百年时光，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要一版再版的时候，先来看看这本书到底内容写的是什么。能读得懂这个古文的已经是越来越少，甚至有兴趣去读的，更何况是要读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。如果不再把看得懂的东西公布出来，我们很自私，所以我跟廖老师商量的结果，我们决定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再搞成英文，再加上注解，再加上图片，这样会增加大家的这个信心。